我们学校的老师所创出来的原偶，所以我们小朋友的衣服上面有这两只，在我们学校的重要的活动，他们两只就会出现了。平偶班，他们呢是由我们的秀娟老师，是由我们的秀娟老师还有淑慧老师所带领的一群可爱的企鹅班的 CLB， 他们有活力有朝气，邀请大家今天一起来运动哦，我们来热烈来掌声欢迎这一群可爱的小大企鹅，掌声。好，第一首是我们的原歌叫闪响碎偶币，这个有搭配到我们两只原偶，也是我们前年所创的原歌，所以我们每一个小朋友他都会唱哦，来唱给爸爸妈妈听。Thank you.
那么热，他们没有冰块，还是可以跑很快。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。你们可以送我们一些冰块吗？可以吗？我们很热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看到我都晒红了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、哦，哦，很厉害。来，请我们的园长叔叔颁奖给老师。凯莉老师，好，再换一个灯光，耶、yeah ！再一次，